好，汇利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有钻石璀璨啦，入边啊金运来啊，出边走咗上去嘅马有超级精英啊，第四位啊多利神驹啦，外边红衫进占第五咧就电信飞车嚟噶，咁再后边嘅马啦内兰第六有准角啦，中间超眼光啦，出边啊妙玲珑、黄帽、尾四系嗰只飞云啊，后边三只人和嘉诚啦，尾位只系圣神威，暂时电流三代同心嚟嘅，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放咗出嚟嘅马咧就系嗰只钻石璀璨啊，跟住第二位外边啊走三搭就是电信飞车，第三位嘅马有超级精英啦，内栏第四多利神驹，中间第五金运来，出边第六个妙玲珑啊，第七位系飞云啊，再后边嗰五只啦，赢眼光啦，准角啦，尾三圣神威啊，尾二人和嘉诚啦，包咗落尾紫色眼罩走内栏嗰只咧就三代同心嚟噶，好啦，咁转正弯入直路啦，钻石璀璨斗紧呢只电信飞车，两个马中间多利神驹追唔追到上嚟咧？咁啊见到中间位置机会嚟咯，嗰只飞云追紧啊，好多层啊嘛，最出有金运来同埋呢只圣神威，最后百零米透出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多利神驹打落个反应相当好，出边飞云咧都系跑第二咋，第三名钻石璀璨，第四名系电信飞车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多利神驹紧守一个前段咁啊，贴栏跟守前列嘅位置啦，直路上面唔要两嘅马中间啊，攞出去外边稳阵啲，结果冲赢晒啊！系啊，飞云都大好机会噶啦，一要搏下马房咁打一搭啊嘛，多利神驹啊又打一搭啊，多利神驹赢得到啊，仲要颁得礼，飞云得个第二，第三名咧灰马钻石璀璨，第四一号电信飞车，终于都有连接马啦，今季咁骑练今晚都好好成绩啊，咁始终最靓都系佢啦，喺晒圈睇都唔好，即系话拣马都要用翻啲基本因素嘅有时。啊，苏慧贤头先嗰只影相影输咗啊，呢只就再赢一场，颁得礼跑晒啦，今日啲坐骑啦，起马啦，今晚跑五只，有四只都要攞到分啊！佢一有啊，全晚都有又、啊、系。多利神驹上次赢嗰晚系咪颁得礼都好成，成晚都成啊！3月27号嗰晚，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就系二号嘅多利神驹啦，独赢派36.5，位置派15蚊。跑第二名七号嘅飞云，位置派25蚊。跑第三名咧就系四号钻石璀璨，位置派29蚊。连人位二搭七派130蚊。二重彩二号七号顺序派246蚊。三重彩啦，二号七号四号顺序派2275蚊。单 T 派429蚊。位置 Q 二搭七派51蚊。二搭四派74蚊。四搭七派136蚊。跑第四名就一号啊，电信飞车。巴西马转咗马房，剩咗两边啦。今日上翻三班啦，之前三班60分赢过。不过佢上手个仓就麻麻地啊，近期都啊，呢个转仓嘅。赢到第三圈啦，呢个路程。今日来直头唔够快喎，早段系咯，赚唔到，赚唔到形势啊，直头冇得跑啦。如果咁样就喺个外侧嗰只仲快过佢啊，钻石璀璨买嚟先。
咁啊，温馨提示啦，嚟緊星期日啦，就係大賽日啦，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啦。咁啊，活動開始時間11:45啊，又會比較早少少啦，大家可以早啲入場睇活動啦。咁啊，頭場開跑時間12:45嘅。有張敬軒獻唱話，軒公。4月28日啦，就是本地的賽事啦，星期日啦，頭場開跑時間12:45啦。咁啊，跑馬地夜賽就嚟緊5月1日星期三夜賽啊。雖然五一假期啊，不過都係跑夜賽啊。嗯。好啦，四連環預嘅派賽1号、2号、4号、7号派999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2号、7号、4号、1号順序派17,975元。繼續要勞動我哋，勞動少咗噶啦，已經贏翻先勞動咋今次。好啦，巡邏影片睇翻啊，班德禮二檔多利神驅啦，超眼光咧出閘就慢咗。咁另外金文來咧早段又即係喺個三四位度啦，三代同心咧同埋聖神威咧早段咧騎都唔快嘅。咁就望返前面啦，鑽色璀璨就冇馬走啊，出咗嚟帶啦。超級精英今日都改變跑法喎，跟前望空啦，外面呢電信飛車，中間呢先至見返金運來啦。班德禮跑谷草內檔呢，好多時呢都守到呢啲靚位呢，發揮就少啲犯錯，跑得唔錯嘅。外面就妙玲瓏啦，飛雲就跟佢，超眼光都要捽下㗎啦，臨尾終點前呢都追啲啦。內欄準角轉返轉得唔靚㗎啲馬，成日都係側側地身咁樣。後面聖神威啦，人和嘉誠咧直路就受阻嘅，包尾咧就三代同心。飛雲都可以跑下跑下，都八時翻喺裏邊慳緊，慳翻少少腳程啊，再揈出嚟追，都跑得幾機警啊！嗰度布文啊，嗯，不過多利神驅始終三班頭馬咯，呢度移出嚟，大家拍住鬥噶啦。係啊，咁佢早段又慳多啲嘅多利神驅，飛雲早段要走住二三碟。不過真係好快贏㗎啦，飛雲都。咁啊，第七場都福邦完畢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二搭七派51元，二搭四派74元，四搭七派136元。二重彩二号、七号顺序派246元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七号派999元。四重彩啦，二号、七号、四号、一号顺序派17,975元。貓寶派彩啦，頭關六號美關二號派364.5，頭關六號美關七號安慰獎派72元。第三號馬鐵頭關三號、六號、十號美關二號、四號、七號派11,749元。三 T 咧派彩係849,068元。三天安慰獎派1,916元。分段時間頭段23秒7，第二段22秒42，末段24秒19，總時間1分10秒31，被標準時間慢接近5線。